研发、试制和批量制造，这三者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可以发生化学反应的。在瓶身智能制造呢，我们实质上是把研发向试制和批量制造进行延伸。那么批量制造实际上给了我们研发的过程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输入和反馈，那这三者的结合实际上是大大提升了我们的研发效率、试制效率以及生产制造的效率。